另外，伫水上乡的水上奉天宫导者主神会，日前举行103年度奖助学金捐赠仪式，包括嘉义县市、甲台南市，总共有52间的国小受惠，受惠的国小校长拢亲自出席来领取支票。同时，参选嘉义市长的涂省铁、甲陈义珍，以及多位参选议员的政治人物，也拢到场来致意。这场捐赠仪式，五号上午在水上奉天宫济公庙二楼礼堂来举行。包括参选着嘉义市长的涂省铁、陈义珍，含几位参选议员的政治人物，拢到场参加，共享盛举。而捐赠仪式由嘉义奉天宫济公庙的道济主神会理事长陈建贤来主持。那么今仔最主要的活动就是讲，针对着咱弱势的学校，以及遮个清寒的主题，包括咱的营养午餐。无这个费用的，是平安慈善会扩大的举行。嘉义奉天宫济公庙道济慈善会理事长陈建贤表示，庙方在2005年开办着营养午餐的发放，以协助有经济压力的家庭。但2008年政府全面补助营养午餐免费，所以开办着清寒奖助学金。而早期发放地点只有水上乡，后来扩及到嘉义县市。今年更增加到台南市后壁区、北河、东山、新营等10间的小学，包括嘉义县市和台南市有52间的学校受惠。目前拢是国小的吼，咱遮个嘉义县市以及台南市的国小，咱每一间学校拢有10000块的金额。嘉义奉天宫济公庙表示，虽然经济无景气，但主神会会持续献出爱心，更强调施比受更有福，呼吁各界社会关心着弱势家庭。新闻客家红志雄乡采访报道。